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来跟进这个 Talk Club。今天呢就平盘，没有上也没有下。它很清楚的，你可以看到它正在要去挑战这支蓝色线跟这个紫色线的阻力，它还是没有能力突破站上去。这个也就是这个筹码峰的最高价，也就是 0.915， 还要站上去的话呢就要站在 0.92， 它才是没有能力站上去。这个就是它的这个 resistance， 如果要进场的话呢可以考虑哦。如果它成功突破 0.915， 站上去 0.92，这个就是一个马路讯号，没有站上去站直都可以不用看它。站上去之后呢，你可以看到这整个这三个四个的筹码峰呢都会变成它的这个支撑盘，这样它就有机会去挑战这个阻力 1.20。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，谢谢大家。